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哥林多前书10:31，主耶稣，请你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关系着你。我们好容易忽略，平凡如吃如喝都可以用来荣耀你。无论生活有多黑板，都请帮助我们明白每件小节背后的意义。请改变我们的思维，决心在最小的事上都要见证主，引导我们以思想和行为去荣耀你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